只有剩下一种东西，佛性，这就是佛法。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天气真好，风真凉，心情好不？所谓好就是无烦恼就是好啦，啊，不是讲有钱的好，因为无烦恼，才有法度听闻佛法、修行佛法，这是生命同要紧的代志。其实这个世间真侪人咧无用迄种无必要的代志。因为呢，更加多钱你嘛砸未起，更加好的感情、家庭嘛分开的时阵，更加好的地位一定有落台的时阵，反求生命必定爱希望。啊，各位带来去思维这个道理，这个是佛陀讲的叫是非常记。释迦牟尼佛一直要跟人讲，这个世间一切拢是变化无常，所以各位爱下离，乃是呢放下对这个世间，或者是对家己生命的执着。如果你执着这个身躯，生命是你的，你也就艰苦。其实人活在这个世间，这个生命是苦，唯一的意义是有法度修行佛法，帮助众生。老实讲啦，这一台顶这几个，拢讲生命真苦，啊，无要出家要创啥？但是虽然生命有苦，并不是讲出家人就无艰苦，但都出家人中途免食饭哦，免啉水哦，免困哦，拢感觉有痛苦啊。但是呢，虽然有这个变化无常的痛苦，但是在讲。赶紧修行，从各位都要听咱湛江法师咧讲佛法，有精彩无？迄是修来诶，咱拢做会到，咱拢做会到。只是世间人拢拍拼读国中、高中、大学，读较要死都毋读佛经安尼。啊，现在要读大学，要趁钱啊！啊，要方知影讲，我读大学毕业啊。偏偏都唔读佛经安尼啦，那湛江法师对囡仔就爱读佛经啊，读古啊，过目不忘，佮真怕病，爱讲互听啊，大佛说法，因为这世间若无人代表佛陀去弘扬佛法，讲互听，
啊，就无人了解这个道理，啊，无了解道理，啊，就白生白死，加艰苦的啊。因为佛跟人讲，这个世间就苦苦啊，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苦，啊，内心佫无法度接受更加苦啊。一切拢是伫个这种变化，乃至存在一切拢是苦，这点咱来定定去思维。像讲各位，你若住咧这附近，啊，你来这望一波，坐一个椅啊，坐咧呀，啊，你就会开悟啊。啊，是你可以乌一位躺咧呀，啊，这位我要带呢。啊，无你到底咧无用啥物吗？你咧无用钱，无用感情，无用厝，敢袂死吗？你生三个，死三个，我甲你讲。啊，但是拢咧无用迄种。无必要的代志，囝你也好好读册哦，读册后摆啊，你才好多嫁人哦，娶某哦，啊，买厝哦，你后边无讲着买房啊补哦，啊，买那骨头、哦，你要准备好哦。所以你无想落去断，所以释迦牟尼佛阿难来受不管在界，可能去思维生命真相念佛。念一遍，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受皆苦，涅槃寂静。啊，涅槃寂静是咱来追求的啊。但是存在一切拢是无常、无我、苦，你要一直去思维，不然你会想讲要去追求一种假的快乐、痛苦的快乐。所以佛陀。实现这些世间是要给人讲这个真相，但是有的人大部分拢无法度修行啊。伊刚刚讲，阿都啊，哪拜哪求啊，啊，我咧食菜嘛，希望要健康啊，我咧布施也较好个啊，我乞丐要对到什么道啊？这是人天福报，就是有影。但是究竟的目标是啥物？了这边脱离生死啊，究竟涅槃。这里一定去思维，所以这种道理真要紧啊！从我今麦来甲各位讲话，这里有这种的体悟，慢慢你去思维，你就去体悟。我这体悟，你甲恁岛内人朋友开讲，你自然就该讲着这安尼啦。咱都爱利用世间的一切法，包括伊咧看电视啦，伊咧赚钱啦，伊咧变双机啊，来讲好听啊，爱将这个法啦。各个进入日常生活，乃至呢世间的一切拢是咱天我佛法的一切法啊，所以咱对经典开始去看，看完以后，佮进入对真相的了解，对生命的了解。像各位老菩萨，你要破病过，啊，你破病以后，你还是破病经验，佮你的囝讲啊，老母你丢感情哦，终于较好啊。哦，多谢多谢，啊！你未记个说法，你都唔对啊！你个囡仔机会，你还友好真好。那老母嘛，无希望你破病掉感情，伊讲对啊，所以你要食菜啦。哎呀，你讲好听啊！你唔能够饮酒啊啦！啊，老母在咧病，互你看，佮要死，互你看，你佮未开悟，足艰苦啊！而且惊啊！恁老母，恁惊讲啊，母啊，你真可怜哦！老爸少年的死啊，我的少年的离开你啊，你足可怜哦！啊，暖暖，你甲你安慰，对你真好。你手嘛甲看呢，对啦，所以莫娶某啦。啊，唔通假安啦！老母咧搬戏，互你看呢，感情搁较好嘛，就早死啊，乃至去爱别人呢。啊，乃至娶一个新妇来讨债呢，生一个囝来多加呢，归根给我害个害了六呢。啊，你要讲这个，你对生命内底所体悟的道理，佮符合佛的道理，讲回听，这是事实啦。所以各位希望各位多关心别人，因为你若多关心别人，厝边隔壁，你就会了解佮较侪佛法。就讲咱佛陀在世迄阵有一个查某人翁死去，两个囝拢死去，伊本来是要回去看因兜，结果
啊，未到厝诶，翁囝拢死去，到因兜因兜，佫竟然佫火烧厝安尼啦。剩伊一个，伊就气笑啊，气笑啊，气笑啊，腾腾滚滚走来走去安尼。那佛陀大慈大悲啊，知影这种诶痛苦，跳上来伫附近说法等伊来啊。啊，等伊来啊，伊就求佛陀讲佛啦，你看佛陀喊你怎样咧拜啊？伊当然要跪下。那佛陀当然甲讲啊。先叫人家穿衫，哎，你去查看卖，你规条街啊，你去查看卖吼、哦，看倒一间厝因兜吼，佛要滴，你甲供养两三粒，即、這个假设是米啦，啊，你去查看卖，哦，啊，是啥物米呢？只要有一户人家吼，因兜拢唔捌死过人诶吼，你甲我偷一挂来，哎呀，我迄查某囡仔真拍拼，啊、哦，结果。走片片走几天再来佛陀讲找无，大家拢死过啊！那佛陀讲，所以啊，你即马你也安死，囡仔死，当然为因们爸母火烧无去啊，这就是真相啊！你卖为了这代志起笑啊！咱也来赶紧解脱生死啊！当然你有法度解脱生死，才有法度哎帮助你所爱的人脱离生死啊！所以各位，这道理释迦牟尼佛一些大智慧者，要用什么方式叫那个人开悟？当然，我从我这边跟你讲，你嘛是讲，我师公会死，等于嘛个爱个要死。因为你无听悟啊，这个查某人有听悟，还有真正去参访的，真正达经处拢死个人啊。啊，你愈了解愈多，你问一号，你就记一个听悟；问第二号，问到尾啊，哎呀！真正诶，逐间拢爱死啦！我咧靠啥物？安尼，安尼就开悟。所以我安尼讲诶意思，菩萨道呢，为了要增加家己诶智慧、空性、慈悲，啊，各位爱多去关心别人、关心众生。啊，咱未讲规工咧想讲，我卖过遐来运动，运动拜八十八分啦，运动。啊、我早早起较早爬起，空气较好，空气较好啊，无一定哦。遐拢是自私，早起较早爬起要从啊打坐来拜佛啊。所以要做啥物，够法度离众生，无要紧。你要去公园行，无要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安尼啦。啊，你要一个利他、利益众生的动机去做运动，安尼使啦，安尼无浪费。哦、啊，刚刚咱用钱。大家也要用钱啊！今日用钱，我都问讲哦，啊，咱今日办这个法会，啊，这间一个大礼堂新的哦，偌济钱？你讲好像一万七千几块啊，有人出钱，来念念随喜功德啊！下摆你来去甲咱保时捷讲，保时捷，我钱先交予你啊！你叫师傅经过来办，我要赚功德啊你！啊，钱唔要有六形啊，那么用钱哦，我来供养发挥，我来后摆吼，若要办发挥，后摆去山顶吼，我来做，安尼啦，做更加水的啊，安尼有意义，当然叫做开钱啊，唔是去买水沙，嘛唔是浪费。虽然钱是无常的，啊，咱用的好的所在，简单讲一句，这个肉体嘛是变化无常，一定爱死的啊，但是咱用咧有意义的所在。从讲各位，我即马甲你问，恁囝30岁死，啊，就去极乐世界；，啊，个第二呢，活到90岁，爱病较久诶，啊，才死，你要选多一项？我这足歹选。30岁去净土，无系，我要活到90岁慢慢啊死。因为你自私诶感情跟扭条条，30岁有到超多上啊，歪去啊。啊！迄阵啊，唔免娶某，唔免生囝，伊就听我啊，我着感情啊，3个月就死，3个月内底个人家讲佛法，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伊就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偌快乐呢？但是看你世俗的感情，咱的无痴、无明、爱念，宁可要死，慢慢啊死啊你啊！啊！所以各位这点，咱来去想这个道理。所以呢，在质不在量。释迦牟尼佛讲，听闻佛法一讲精进，还超过100万日底下，无咧受用啊！啊，听闻一句话，就要去用，超过规个经典拢看完的功德啊！
所以各位那边修行同好的方式是怎样来了解众生苦，思维众生苦，一定要去想，不要一直想好家啦，想买车啦，去大厝，不要想那个，想那个给你骗，咱去看真相是苦。刚才我囡仔，我听讲我的同学，真爱斗阵的同学自杀。我对迄阵开始就拢毋捌讲话，差不多半年毋捌讲话。我就逐天走去自杀的遐济啊，阿即马来自杀，阿即马去倒安尼啊。但是我拢无甲厝里讲啊。但是呢，学校老考试重要，我一定会去安尼啦。所以那过了这样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道理。但迄个时阵呢，较无福报。无人甲我讲个道理，然后人甲我讲这个生死无常，我可能就出家啊。但是我想想，我迄阵啊十岁出家，我即摆我无多度过伊呢，啊无结婚，啊无生囝呢，免那么度老菩萨啊！你还了解迄个道理，所以世间法拢爱知呀，而且来出家还有道理啊。所以讲话呢，当然嘛无浪费过去的世间法的拨乱。好家善车探钱安怎我老爸很好家啊，你们把书叫把个包灯的台北很歹家安尼啊开始个探钱个很好家啊个包叫包个安尼个很歹家安尼还我老母拢爱走去借钱呢，借钱过生活啊个去用欺负。但是对我来讲，哇，人生起起落落，所以我十六岁迄阵就甲我老爸讲啊，我讲啊，阿伯，咱到那偌好嘢分财产咯，我袂分，哎，因为这个有钱吼，出来做歹代志哦。啊，阮老爸兄弟大概拢为着要抢财产啊，所以老爸伫高雄是家己赚的钱，啊，输了了，所以要转来台北，用伊过去买落来土地，叫我转来个台北，哇，什么二级啊、三级啊，做财产啊抢了了安尼啦，啊，不然那个。佮买好，阮老母带你租厝诶，惊佮要第一间厝安尼。啊，所以我迄阵就听我，哇，无钱嘛艰苦，有钱嘛艰苦。啊，佮阮老母逐工细细念哦，恁老爸对我无好，所以吼，我足惊结婚诶。我绝对袂谈恋爱。诶，阮老母爱阮老爸也好，有爱也无爱也好，反正拢足歹命。阮老母是万人人，去袂去互台北诶好家人，安尼，迄无爱情诶。所以就艰苦，但是对我来讲，这真要紧。你若有一个智慧，这过去所修的，你就去属于这个苦哦。所以唔通讲爱情就艰苦安尼啦，有钱嘛艰苦啊，简单过一下日子就好啊。所以准备下分，我唯一的快乐就走去溪边的河边钓鱼钓几工，足快乐。老爸也未念，老母也未念。脱离这个世间，迄叫做解脱这个精神啊，未起心动念的，规工坐咧河边、溪边安尼啦。但是迄是消极的，但是慢慢，你了解真济代志，世间的苦，包括特别我生一个囝，我才知影讲，哇，爱一个人爱个疼命命啊！咱对爸母无迄种真强的爱，迄是讲。甘爸母甘苦安尼尔，甘温嘛。但是对囝迄个付出无同啊。我迄阵就去想足侪代志，结果想囝，煞来去想着动物。啊，原来世间的人，咱拢无去甲爱过。你爱家己的囝，迄是自私的。世间就明明遐尼侪囡仔，明明遐侪人咧受苦，我拢无去想着这啊。那来去针对这种的甘苦去思维。那个想太太哈，足艰苦哦！一个查某，囡仔去爱着一个查甫，我快咁要气笑啊！因为我老实讲，我是叫人堆起的啦，叫人叫去结婚呢啊！因为我搞我的太太，我无想要结婚，我想反正这就是人介绍给我，阮弟兄规定介绍给我安尼啦。我做兵回来，我根本就无想要搞这個，我对这无啥兴趣。我还有一阵子怀疑说，我敢同性恋呢、我袂去爱查甫啊，啊那袂人咧对查甫囡仔对到要死，我拢袂对，我就要靠人甲我介绍。
给我介绍，什么介绍？看我一眼就再见了，我叫对啊，唔知啦。结果是阮丈妈来跟我讲，啊，你无较早娶阮查某囝，我叫用招起来啦。啊，这是我的姻缘呐。所以，但是安尼，我才开始过着新的循环。哦，看到阮丈妈嘛，足艰苦，阮丈妈足好嘢的呢，足好嘢，安扎死。啊，结果留一挂股票啦、土地，伊家己过去经营。哇、哦，台北土地坐啊呢，厝几啊间，哎呀。啊，干那收个厝租就收啊足忝，啊，但是也足无友好，几排厝甲输了了，几排几排输了了，啊，那个别个怕，哇、哦，你看有钱偌艰苦呢，啊，艰苦个呢，阮太太是生了水，啊，厝会散车，啊，因为我丈嘛，伊有心三个月因翁落去哦。正经正事啊！啊，日本人怕死啊，所以生这个囝，啊，为了囝无伴，所以去叫啥童养媳，对不对？去找阮太太个，给买起来，给阿阮老母安尼。啊，所以我想讲，啊，阮太太嘛，足可怜哦，安尼啊，啊，厝会散车嘛，可怜，啊，厝会好嘢嘛，敢老子嘛，可怜。啊，所以你爱去各位爱点来去听哦，就是讲。咱爱对咱现实的生活去听我佛法的道理，你一定，因为咱即卖已经拢学好啦，真正黑马苦，黑马苦，无量寿经讲了，有无同忧啊啊，凡是存在的啊，乃至杨主编，有情皆苦，所以佛经来讲，一切有情皆痛苦，你要一直去甲思维，一直去看，就艰苦，就艰苦。像咱即马看，倒一个无艰苦，做总统规工咧，用骂搁较艰苦。彰化县县长嘛，我讲换个换嘛，足艰苦。选调也疼，选无调也疼，安尼啦。所以这个世间，哎呀，大家足艰苦。所以你爱去看出这个世间的苦的真相，你就有一个出离心。哎呀，卖去追求这啦，爱情啊，金钱啦，辛苦啦，你即马搁较健康嘛，就爱老爱病啊。啊。所以好业善业啊，拢爱扛去台啊，挥霍还是要土葬安尼啊？你伫个想啊，你就会开悟。所以好简单讲，咱来觉醒、觉悟世间，或嘛是叫做正觉，或者树啊卡想正觉觉悟，缘起无我的世间。这个世间拢是因缘所生化，生生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有一个。规律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特别复构这个神通去观察吧。但是不管是一切的变化，那么本体拢是空性，无人永远咧做上帝嘛，无人永远咧地下啊，较久较地理啊，无人永远少年嘛，无人永远老，一切拢伫个变化。所以去思维这个缘起无我的道理，所以我一定要练习这个习惯，就是讲，那么规工伫个无闲，伫个无闲。从我真爱一个人，因为听道理，包括湛江法师的讲道，我拢慢慢想，每一句，但是我的想法是，每一句话，每一个我看到的，我拢会藏在我的生命里底，我拢会用的到，我才要听，才要看。啊，像咱这修改很好命，啊，外口有诶做生意啊，足歹命，安尼足艰苦，无好多修改啊。啊，有当时啊，咱都来修改，大家就好命。啊，有个人就是不爱修改啊，不爱听佛法。哎呀，这真无福报安尼啊。那所以各位这，你要一直去思维。那这间学校，哎，这个学生囡仔，请问一下，有没有普新国中的同学来听佛法？有没有？免看啊，你是你还老咁国中？我讲国中呢。还是普新国中老师校长有来吗？啊，校友，还更老啊！啊，所以意思是讲，你个看对学校长个学生囡仔无半下要来听佛，哎，这个世间足可怜啊，该无用。好，啊，恁既然好了，好不礼拜过再来听佛，但是该用呢，爱提得去用呢，你要找出自己的缺点，该净化。要三业清净的，清净是你知影讲，什么是对，什么是唔对的代志。啊，你若看到是清净一面，你哪会去做歹的一面呢？
啊，不然呐、啊，有的人、哦、我最爱拜师，叫我拜了拜，叫我忏悔，我哭到要死，我来好好忏悔，小三鬼敢冤家，啊，无你咧忏家，啊，哭心酸的啊，气氛未歹啊，啊，但是你哭一遍，你隔两天搁咧谈情事，哦，感情足艰苦，啊，你明仔载搁要对，啊，跋筊足艰苦，啊，你搁要跋，你头壳歹去，迄个都无智慧，无明。所以各位呢，你去思维，所以修行人就冷静哦，观察、思维、实践，个慈悲个甲人讲，有解脱个解脱之见哦，乃至个要去甲人讲，释迦牟尼就是安尼啊，受苦行受六年无究竟啊，啊这世间快乐无究竟，来求我卡，释迦牟尼简单讲一句，伊是短短的时间七天内底就解脱了。啊！伊是咧实验，互恁看。你要得到解脱，唔免真久，六年的苦行对伊是浪费。啊，再过29年的快乐，迄无意义。所以咧，菩提树下静坐思维七天，乃至7日7天拢无要紧。同班嘛49天，你就开悟。所以各位，明仔载一人找一张树啊，开始来坐啊。那思维坐久久，行行行行，安尼都好啊。老实讲，我家己嘛做好报，我是看到一本佛经《地藏经》，听到一句佛法，我就决定要出家啊，安尼啊，啊，看了《地藏经》，啊，真爱行菩萨道啊，啊，就爱安尼，爱为拍拼，爱为众生拍拼，众生拢是老母，这免开足济时间，啊，因为道理拢了解啊，所以因为你去思维个，你较袂去行唔着路。所以佛教人要禅定智慧观照啊，你要专心去甲想清楚。但是你想愈清楚，要度众生，人要有资粮啊。你若无福报啊，无钱、无辩才、无发言、无人缘，拢无法度啊。所以你脾气歹，你爱贪心、爱碎碎念，迄拢无法度。我这阵不是咧碎碎念，我是咧说话啊。我是要各位困去啊，啊，所以要轻松啊讲安尼啊，所以刚才讲要开大刀嘛，讲无要紧，这注射安尼啊，但是讲的拢是重点那个思维，所以啊，囡仔往提掉足艰苦，你个思维，迄、那个规定你看偌艰苦，伊讲一个查某囡仔。伊讲伊要去堕胎，哦，我甲想着迄囡仔艰苦，我后来跟他讲就说。这位女菩萨，你只有一个念头说你要去堕胎，那个小孩子就睡不着，那个小孩很恐怖啊，因为老母在想下面枪门八道的囡仔，知不知？知呀、啊，我都个公家道理，我说你不要再有这个想法，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可以生下他的地方，会养你的人，我跟你保证。哎呀，后来我跟他讲这些，他心里想一想，有道理，他说。他慢慢想的，对对对对，不要那么早去啊！我一直回想，因为那个小孩子一定很痛苦。再来，阿兰基巴用火花来救这个囡仔，这个囡仔，我嘛个管兄阿公啊，师父尽力留下你的生命，我也告诉你妈妈了，用心一些金钱什么，他都不用烦恼了。但是呢，你要好好的修行啊，对不对？长大成人，赶快出家。赶快努力，因为我们的生命呢、啊、是这样被救过来的。因为有生命这么脆弱，爹老母巴肚都被活死啊！所以我老实说，我救了好几个，十个差不多倍也成功，两个还是被杀掉啊！那样啊，但是我心里就想，真苦啊！这个囡仔来救出来，一生来结果伊无要修行，哇，开始都要读册、赚钱、挥泪，那还活着干嘛？对不对？所以你两边去想一想生命的意义啊，乃至了解佛法多宝贵啊！所以我希望各位一定要多看佛经啊，多看佛经里底，卖扁担啊，卖讲成战争哦，要讲佛法啦哦，卖困哦，系啊，个为着要用听佛法，讲几下变卖困啊你啊！我本来今日要讲一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哇，真正大条啊，困到无半个。啊！但是你要幸福，无看《华严经》，幸福我都幸福。
这基本的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本经就讲这本经是怎样，怕他成佛的方式无人知，了解吗？所以他成佛以后头一个七天就去天顶讲这本华严经，跟不同的天神不同的境界讲出不同的法，是怎样，他难得成佛一定要讲这个法套给有福报的天人留下来，然后各种这个华严经尾啊，个龙王个个修咧，大海里底，等下龙丘菩萨个推出来，了解吗？啊，因为伫佛陀在世的时阵呐，要叫人好好啊发菩提心困难，佛陀在世人拢修解脱道啊，苦行啊，啊，但佛陀要涅槃进前啊，才开始慢慢发展大乘佛法，大部分的人都追求现世解脱啊，所以当然在这点嘛。啊，咱台湾实在是，我走遐尼济所在啊，台湾足好，真济佛像，师父莫个上佛经来修济啊。安怎？啥物修济？无人要看，可怜。我讲一句话，我讲印两千本哦，然后直接摕去看嘛，无要紧啦。啊，但是你为着无人要看，拢无爱印，啊，这個、世间都无机会，爱互人机会啊。所以这个世间，台湾2300万有一个人爱看佛经，啊，佮发菩提心，台湾都有希望，世界都有希望啊！啊，你看，这个净空法师，哇、哦，你弘扬净土法门，是不是？哦，慧律法师，哦，恭敬这精彩佛法，正言法师喜恨诸逼，哦，一个都好，哦，星云大师佛法五大洲，看起码高在贵会啊，佮你拼呢，啊，一个人。就发到英雄世界啊！大宝法王哇不得了啊！少年的变个要死啊！啊，所以一个人就发到改变一切啊！啊，所以因为这个思想，所以一定要推广佛法，用尽办法推广佛法。所以早时我开始的咧，迄阵咧想，什么英雄来同道？电视啦，是不是？电视，所以我家己嘛是。慢慢接触我就开始看电视，迄阵有几个法师，因咧买时段，我记得是暗时12点的，迄个俗拢买迄种的。我坐遐听，佮买半点钟，迄阵星云大师拢买8分钟，对不对？啊，8分钟我嘛就等遐听。所以因为迄阵电视无流行啊，所以进迄阵慧律法师哇，哈林济录音带我拢买倒来听，安尼啊，迄阵较少咧弘扬。但是咱今嘛呢，哎呀，到处都是佛法啊，大家比较有福报了。但是有福报也不见得菩萨卡济啊啊，因为要有心去听闻佛法去实践，毕竟不多。但是好，今嘛个礼拜，今嘛有网路啊，所以咱再去咧传播佛法，不管在我们这个是卫星直播，世界很多地方都看得见啊，看得见。很多人就有反应，师父，所以我早上接了很多大陆的简讯啊，师父供养法会200块人民币，师父我爸爸往生，再给这个供养，你讲8000块人民币啊，加入法会功德，那我都会帮他写哦，回向黄如平啊，那样，那我都会把它背下来，因为他看到电视，他想要得到这个功德啊。啊、哦，还有一个小 baby 对斋戒讲：“师父回向回向，生不出来。”在英国，终于刚刚生下来，还取名叫依法，依法不依人。你们要我赶快给他写牌位啊！啊，那是因为电视、卫星传播、手机现在很方便啊，所以我今晚要搬到各位去听啊，那我们看一看呢 啊。你看我讲过嘛，十几年个讲堂啊，这张啊，但是弘扬佛法的要紧啊，所以呢，咱来念一遍啦啊，念大意好了。菩萨的控意呢，反正看有国语的，你都免念也无差，家己看。啊，看无国语的，唔捌字的，归去听大意啊，所以唔捌字就好。嘛，就是什么念佛啦，啊，专心念佛啦，还冇好处啊。所以这里的大力护持生命台，佛法是针对任何的生命，
念一遍来，六道众生啊，一切生命拢会使幸福啊，所以生命台就是要一切生命幸福嘞。该讲幸福之道啊，幸福之道就是发菩提心念佛，发菩提心深入经藏，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拢会使啊。所以我即马有这电视直播就好诶，无人来无要紧，我对电视讲。啊，因为有真侪菩萨啦，真正要乞丐人，足认真诶。时间一到，像我在看我的微信啊、Line 啊，师父明天有八关斋戒，准时坐在那边听你说。哇，电视紧巧好人咧等，不要断人法身慧命。所以我们已经决定了，过年鬼以后，后摆呢只要六斋日，生命电视台直播八关斋戒，好唔好？哎，但是我会甲因交代啦，大部分国语，后一天爱拢总从今日安尼讲代理。其实我早起就去用抗议啊，法师，你讲的话我听不懂。哎，因为他们在大陆，所以啊，那我这个抗我无多啊，随缘吧。但是我们都会用尽各种方法，以后各项法会最好都直播，因为现在有卫星，以后直播不用加钱，有贵客要直播卫星啊，就贵啊。所以这是客家的进步，可能真大方便。那第四代咧替我们绑的人讲，不用钱，你们只要派一个人来帮忙按钮啊，你就好啊。啊，如果是整天的就不用，啊，怕我们一个钟头放，一个钟头不放，哎，你都要几个人都要咧开呀关啊，开呀关啊。这个就是电视，所以就算你这手机啊，你买在直播，对不对？你买在弘扬佛法，就是说我们的摄影机效果好一点了 我们还有打字幕啊，在念经的时候，所以来大家念一念，也希望大家参与，多看生命电视台，护持生命电视台。那那不好奇的被令邓啊，不转法轮，对不对？我们护持了。让它一直转下去，所以已经转了12年了，啊，继续的传播下去。好，念一下。为感恩十方大德十几年来对于生命电视台的爱戴和扶持，使生命电视台能无分日夜的宣扬佛法，传播佛陀彼地的话语。生命电视台十多年来，虽然营运开销真大，频道系统脱播及卫星上链费，达个月750万，员工薪水达个月爱100万，器材设备太古换新等十项支出，平均每个月也爱100多万，但咱始终秉持着宣扬佛法、利益众生的菩萨精神，一再坚持和努力，不忘开台初衷，打开电视就会当听见佛法。生命电视台是一个为佛教、为众生的菩提心，过去、现在甚至未来拢未改变，因此咱至诚邀请您发心扶持，由于您的继续支持和鼓励，才能让生命电视台稳定营运，无远佛界的分享佛陀的法音，转正法轮，扶持一片推广佛法、净化人心的电视平台，就是在实践六道当中的发布师。而您的一念发心护持、点滴捐助，无不是成就生命电视台的弘法事业，更是播下无数的菩提种子，觉醒千千万万的有情生命，造就一尊尊的未来佛。竭诚邀请您一起与生命电视台传扬佛法，让菩提种子散播世界各地，并以此善行成就您的福慧之粮，回向自他，早证无上菩提。好，这来的，咱来做水，我等下想啊，十二年，
一年铜就开销几亿，哇，那已经用12亿啊呢。啊，近景我还在其他两台各做合起来5年呢，开销就这样。但是这么多人，哪怕是1块钱、100块，这就千万人叫法多坚持10几年，还在推动，大家拢功德无量啊。这安尼变讲，这是钱变无意义。那奉行呢，哇，开国较济钱，印经典呢，一个月统就6-7百万，一直在印，已经坚持将近20年了啊，送到世界各地啊 ，DVD 啊，或者啊。所以我呢，算算的吼，我这些人真正是善财同住啊，开足侪钱啊，但是很有意义啊，啊，很有意义。但是这个都是十方的钱，那没有一个人单独出家人，我出家无扎半格来，我是用靠了了再来，不会和你出家。但是我可以从零，因为这个都是为利益众生的。所以呢，但是有因为这样，就很多人接触到佛法。特别我们生命电视台开始用了，故意用的是什么？大陆的卫星，就让很多我们大陆的同胞有机会，这是我师父跟我说了，让他们有机会听闻佛法。所以当地呢，看的人非常多，乃至到青海啊，很多地方啊。所以那现在又加上这个网络的直播啊，像今天这样，他们有些可以直接收得到，啊，就算没有，明天也收得到，转成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们不是说大陆而已，各个地区华人社会越来越多了啊。那所以呢，我等来讲啊，人只要有佛性，你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变成佛陀。像今天头前这花是不是佛陀啊？佛陀，从后边这张布是不是佛陀啊？变佛陀，咱体的壳上本是不是佛陀啊？是，所以从电视嘛变成佛陀啊！啊，电视我都救众生啊！真侪人因为心情歹，甚至有人讲伊要自杀，要自杀，拄了我直直靠师父，你救了我，啊，就甲破掉掉，歹势歹势，我出家了啊！你救了我，我本来要自杀的，好好好好，不是我救了你，生命电视台，电视就可以救人了啊！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还要做更多能够救人的袋子，临终助念的袋子啊，生病的时候的袋子，婚姻的袋子，反正你别做什么袋子，医生说你得初期癌症，给你给你，赶快看一个袋子啊，末期癌症啊，怎么样的房子，宵夜上。咖喱安怎做啊？这里面弄咖喱安怎做来？都有背着背后咖喱安怎忏悔？咖喱安怎奉行？要把这个变成一种生活一样，哎，这个短你可以随时拿去看啊。你要念经，有人教你；你要两盏，哎，这里面唱得很好，你就跟着念，跟他卡拉 OK 啊。你家里可以做早课，可以做晚课，但各位这个叫菩萨道，菩萨道那未使家己下好就好了。你用什么方式哦？每一个众生都好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做英文的、日文的、德文的，要从这里面一直去发展啊。所以泰国人的、印尼人用的，那变成他们喜欢看的袋子、语言文字，这些人活够多诶，最近嘛。所以等下那个各位讲，那希望各位同样进来，多看生命电视台。同就看了没生气啦，我跟你讲，没起心动念，但是看了去反对来的东西，好的为民，好的经幻啊，劝人做好啊，所以拢是清净的为民，安尼真好。还有法度认识真济法师啊，啊，真济仁波切啊，所以希望各位多看生命电视台，多好奇，好唔好？啊，咱这一次后面有护持的办法。护持的办法，一个月1000块，较好个一个月10万块啊！有诶事业做较大嘞，功德主一年100万，因为呢不嫌多，想话愈济做愈济品安尼啦啊，弘扬到全世界，因为这个世间太大了，所以这边土地可以耕耘的那么大，当然也很希望年轻人。多来参与，
你可以来学摄影，学剪接，学配音，学上字幕，很有意义啊。所以我们现在生命天才有四个地方都是年轻人，有位是因为北部是五高多啊，但是我们里面都说要修行比较方便来，爱修我改，爱假受洗，安尼啦，三个月你慢慢考虑啊。如果你没有吃素，那我们是生命电视台的，就不好意思，有那些坑人假菜奉行，你该给的我的假菜，你也不知道怎么做片子，对不对？不知道怎么去拍片子，所以啊，让很多居士都在里面，甚至后来出家了很多，这也是一种道场，一种道场。那他们将来像我这样在外面碰到很多道场的摄影师啊、剪接，都是从我们这边出去的，非常好啊。因这边偶要啊，我都希望他们学会了传播佛法的方法。其实一台摄影机有时候都比寺庙功德大，因为寺庙有的在山里没人知，但是透过荧幕，透过上网络，很多人认识了这个寺庙，认识了这个法师，认识了这个法会。所以希望各位啊，建议你的孩子多学这个跟佛教有关系的啊。你喜欢印经，你喜欢绘画，你喜欢画动画，做摄影，你喜欢拍好的片子啊，都可以啦。因为我们成立这么多单位不定啊，就是要让更多的社会人士、青年人投入在这里面啊，然后呢，不分在家出家来努力。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忠彦。COVID-19 变种病毒传播力高，于全球日益扩散，我国持续强化边境管制，请入境旅客共同配合，提醒所有来自国外入境的旅客务必配合相关采检措施，并进行14天检疫。旅客在入境前14天内曾经到过重点高风险国家旅游或在当地转机，需配合入住集中检疫场所进行14天检疫，并请进行专案采检。感谢辛苦的第一线防疫人员，也请大家一起来配合防疫措施，守护彼此的健康。救机免横难。在嘉善地方有位姓孔的先生，他一心向善，长期如素，遇到受难的生灵总一定会出手相助，绝不会袖手旁观，所以当地人都称呼他为善人阿孔。好啊，你这条赖皮狗还敢跑到我的店里偷吃包子，我看今天不打断你的狗腿是不行的。请住手，请住手啊，这位老板，请你手下留情啊，如果这样继续打下去是会打死的。你是谁啊？这只狗是你的吗？这只狗不是我的，你看它多可怜啊，想必是实在饿得没有办法了，它才偷吃了你的包子，求你发发慈悲心放了它吧。不行，我今天非要给它点颜色瞧瞧，看它还敢不敢再偷吃包子。老板，我看这样吧，它吃了你几个包子，我付钱给你，你想这样可以吧？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些钱够吗？
够了，够了，谢谢你啊！你怎么愿意发善心来帮这只狗狗来付包子钱呢？老板，你不认识孔先生吧？他可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大善人啊。是啊，孔先生救的猫猫狗狗数量不计其数，他就像一位活菩萨的。只要孔先生看到有动物受伤，他就一定会出手相助的。你这么对待那只狗，他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啊，你就是善人阿孔啊。哎，失敬失敬啊，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呀？你拿着吧，不用客气的。不能收，不能收啊，我早就听说你是位大善人，你的钱我可不能收啊。孔先生，我先走了，以后要吃包子就去我的店里。孔先生只吃素食，你的肉包子人家可不吃的。要是孔先生去我的包子店，我一定亲自给他包素馅儿的。你的好意我心领，只要你以后别再为难这只狗就行了。孔先生，你放心吧，我绝不会再为难他了。那就好，那就好，谢谢你，那我就不耽误你做生意了。你吓着了吧？现在没事了，以后饿了的话就去我家，别再偷人家的东西了。哇，孔先生这么慈悲，他一定会得到好报的。是啊，他一定会得到善报的。行善事，得善报，这话果真没错。善人阿孔平日里积德行善，因此善果一直跟随在他身边。孔先生，你要去哪儿啊？有一位亲戚要请我去他家做客，我正要赶去。那你赶快赶路吧，时间也不早了，你就快去赴约吧。好的，再见。刘大哥在家吗？哎，来了来了。哈，孔老弟，你终于来了，快进屋里坐。啊，真不好意思，你看屋子里有点乱的，你先坐，我收拾一下。小春啊，帮孔老弟倒杯茶一下。好的，我这就立刻去倒。阿孔，请喝茶。大嫂，谢谢你。孔老弟，口渴了吧？哈，先喝杯茶，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今天中午我要准备一桌丰盛的菜肴请你，我们再好好聊聊的。刘大哥，你不用太麻烦了。哎，到了这里你就听我的，你只要好好地坐在这里喝茶啊，我准备饭菜的。别跑，快过来。哦，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出去看看。啊，我看你这次还能往哪里跑。大哥，大哥，快住手啊。孔老弟，怎么了？大哥，你这是要做什么呢？孔老弟，你先进屋歇着，我把这只鸡杀了，我们哥俩今天中午就好好享用一下。大哥，万万使不得呀。啊，为什么呀？你看这只鸡多可怜，你若是把它杀了，我于心不忍啊。况且我已经吃素多年了，即使你把它杀了我也不会吃啊。孔老弟，这些鸡鸭牛羊本来就是给人吃的，人就应该吃它们啊。大哥，你说的完全不对，鸡鸭牛羊和我们人一样，都是有感情的，只是生命的层次与人不同，怎能说他们天生就是给人吃的呢？哦，是这样啊。大哥，你就放过他吧。好吧，那我就听你的。这只大母鸡看着孔姓善人，竟然慢慢地走到他的脚边，点点头看着他，似乎是在表示感谢。
你看，它正在感谢我呢。这不就说明动物也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并且富有感情的吗？哎，孔老弟，你的确是位善人啊，就连鸡也亲近你。动物都是有感知的，只要你对他们好，他们也会对你好的。哎，老弟，今晚你就睡这里吧。好的。那你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你了。大哥，谢谢你，晚安。哎呦，你怎么跑进来了？快下去，快下去！你怎么能跑到床上来呢？然而，这只大母鸡并没有离开。没多久，它又跳到床上，用嘴啄起孔姓善人的头来。你这是在做什么呀？你要是再敢跑到床上来，我可就要把你关到屋外去了。哎呦，哎呦！看来，我今天不把你关到外面，你是不会让我睡觉的。别跑，别跑！啊，好险啊！什么声音？发生什么事了？啊？老弟，你没事吧？阿孔，你还好吗？我没事，多亏了这只大母鸡，三番两次把我吵醒，我才躲过了这一劫。要不是它，恐怕我现在已经被木头打伤了。积德行善得善报，你今天救了这只鸡，它真的是来报恩的呀。阿孔真的是行善躲灾厄啊。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孩子的心灵宛若洁白的画布，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让最慈悲的开示，让大智慧的法语，让具教化的节目，沉浸孩子的